因为去年哦，有得就是入围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男艺人，但是没有得奖。今年得奖心情怎么样？非常开心。对，我谢谢 Evan 之前叫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刚刚我之前有跟 Kiss on March。OK。那我们的黄勋廷呢？你是第一次入围就得奖哎，真的是非常难得，是不是心情特别好？刚才特别的紧张，我现在已经缓和了情绪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粉丝们，还有我各位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这个奖项给我，谢谢。是二十大奖项，大家都在关注着嘛。徐冰今年是第二年拿下这个奖项，刚刚的致辞词好像很短啊，有什么话要说？其实第一年我拿这个奖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，然后那时候我的腿在发抖，是这样的事情。但这次呢，我觉得意义非凡，然后真的没有发抖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次举办黄金大奖，然后这只是我第二次，所以以后搬去新的地方的时候，希望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吧。所以这个奖项我真的还是希望，就是希望，就谢谢我的粉丝，我语无伦次了，对不起。好，那刚刚我们讨论话题哦，九江很多人也觉得很意外哦，那你自己来安抚一下们吧，好不好？虽然没得奖，可是我还是要谢谢啊，为我投票的粉丝朋友还有家人，你们失望我也非常失望，可是你们不要难过，因为你们难过我会更难过，我相信我会更努力，然后希望明年可以更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罗密欧恭喜十大，我一直记得李腾以前说过，我们没有最红，只有当红，所以很珍惜现在的这个机会。知道之前因为支持 Double R 的人，他们都很失望，因为我跟尔白哥没有得奖。可是今天可以说是我跟尔白哥，我们两个都双双得奖，所以支持我们的人，支持我的人，谢谢你们。